今天就给大家做一款童话里的甜品，南瓜去皮蒸熟，压成泥，加入少许炼乳拌匀，揉成小球，中间压凹，挤入适量的炼乳包好，在小碗中放入保鲜膜，将小颗的南瓜球放在里面，倒入白凉粉水，将保鲜膜漱口扎紧，挂在冰箱里冷却定型。取出冷藏好的南瓜果冻，这时可以用金箔装饰一下，把它装成南瓜的样子，看好看吧？希望屏幕前的你们都可以拥有童话一般的爱情。今天我们做一个七彩祥云来尝尝。牛奶200毫升，白凉粉20克，加热融化，倒入白云的模具中冷藏备用。用4个容器分别用食用色素调成粉色、蓝色、绿色和黄色，按照1:30的比例分别加入白凉粉加热，融化后倒入大的容器中冷却备用。拿出雪碧一瓶，放入白凉粉加热融化，放上白云奶冻，再倒入雪碧，放到冰箱里冷藏30分钟，将冻切成正方形。好了，开始享用你的七彩祥云吧。口感香甜软糯的小熊雪媚娘来了，奥利奥捣碎备用。雪媚娘预拌粉200克，水160克，开始和面了。和面后切成30到40克左右的小块，擀皮儿，内馅放入打发好的淡奶油，再放入奥利奥碎，包起来，再用巧克力酱点上眼睛。接下来就要做它的耳朵、鼻子。画上小腮红就完成了。这样可爱的小熊雪媚娘，你喜欢吗？
Thank you.